还没有帮你，对，可以教我吗？明君，你先 hold 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深蓝月光。下啊，对了，跟大家去稍微看一下。好，在一个家教老师准备的时间呢，记得哦，《深蓝与月光》的同名的写真书、散文书、散文书要出了，要往上一点，往上一点。OK， 好，散文书、小说同步上市，12月12日就上市了，大家现在可以到各大的网络商城去预购跟购买，好吗？对，一定要去锁定哦，里面有非常火辣辣、非常帅。跟美的照片，海外的粉丝也买得到，海外的粉丝也买得到，请大家记得去买哦，谢谢。好，来哦，佳佳老师准备好。别名，你会拼深蓝月光，深蓝月光的英文吗？我要撒娇是不是？就假装不会，懵懵懂懂。我不会，你会哦，不然我教你好了。好啊。对啊，因为我其实我数学不太好，但我英文是还可以的，可以教你吗？好，那我教你怎么拼哦。好，第一个什么 ？Dark， 不是鸭子哦，是 Dark， 是 Dark， 是 Dark。
没有在吵啊，吵太羞啦！内容表现笑死，甩锅，甩锅！哇，你那高丽菜粘到天花板上了，又没有酱油啊，不想炒了，算了。但是你记得，我记得你是以前有大厨过的经验，大厨就是厨师过的顾客过的经验。哦，你说我在家里是不是？对啊，有啊，拿手菜。那个青，哎、欸，你问我还是问他？问你啊。青椒炒牛肉。那你有煮过给谁吃吗？那是。他没有。炒给我家人吃。哇，其实我们私底下的吴瑞是非常的细心的、哦，而且又会画画，又会画画，又会做菜，还会画一些那种。不要说，不能说的秘密。对。好，大家想要吃博瑞的什么青椒炒牛肉吗？对，青椒炒肉丝吗？想吃吗？好吃吗？想吃居民的青椒炒肉丝的话，请点爱心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刚刚一起呢，就是跟我们的哥哥庭轩小哥哥，其实庭轩在戏里戏外都非常的照顾雅涵，要不要先说一遍，就是庭轩非常照顾你们，讲不出来。有啦，他私底下真的蛮照顾我的、啊，比如说我在不知道怎么讲话的，做嘉宾，耶，明白，因为蓝边也双子座，好想跟我，好想看蓝边真面目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那个兄妹党，哇，会绑头发吗？我会绑。他之外的男，除了家人，我做 sorry。哇，大家给你超级加分，好可爱。炒羊肉也可以啊，还是炒猪肉？哦，也可以。炒牛肉啊。OK。请去他博瑞的那个粉丝团或 IG 留言说，我想吃他的青椒炒，什么肉都可以哈，他会煮给你们吃啊。哇，雅涵，请问你现在心情如何？他刚才跟我说是不是太松了？我很紧张吗？春夏的发型，慵懒风就在家里适合，比较适合绑这个发型。哦，这真适合居家啊！如果去外面我绑了，当然是就不一样。网友先看一下这个造型哦，这是适合在家里。有没有对照？我是用居家的，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慵懒，比较绑的没有那么好，但是这是以它一个特色。好，对，那我们现在请雅涵非常。快乐时间。
两场床戏在第六集，第二十集的大家想看到的第六集，有可能会大乱斗。How many people do we have？ 现在是8216，现在是八千两，赶快破一万五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一万三哦，该是最高时期。刚一万四，一万六，刚一万四，一万四，哎，15000，15000，我们还有服务的。15000就是申请粉丝告白时间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接下来呢？最近很红的一个小游戏叫做神同步，神同步 ，OK。那一点位置，来，神同步，我们要先请我们延期 CP 开始，然后另外三位呢？还没出场的三位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位的表情有没有我一样哦。好，知道神同步怎么玩吗？知道，知道哈、哦。神同步、啊，神同步就是我讲了一个名词，一个词汇之后，用它吗？我可以玩一次啊。好，来，曾雅涵。所以你就要，你看，要做一个，你觉得联想到张雅涵的表情哦，对，这样很快、欸，对，很快。我们有阿妞八题 ，OK， 懂了吗？我数三二一喽，开始喽。我们要面对面吗？不用，你们不能看啊，你们两个一样才是默契一样 ，OK。第一题，王庭筠，有一样吗？粉丝赶快说，他们两个默契有一样吗？他跟谁？来，王庭筠。第二题，再一次，你有一样。这个王庭筠的，那是我跟谁？我跟谁？王庭筠吗？你跟福瑞在玩啊！你现在跟福瑞在玩。你上当！上当！上当！真打哎！刚刚说真打哎！他认真，超痛哎！很痛，很痛！我该脸都变形了。是这椅子害我。超痛！好。现在是你跟福瑞在玩，你跟福瑞在玩，你们两个要 PK。两位要 PK， 好，那第一题失败哦。第一题碎念收不收得进去啊？收得进去。来，进行第二题哦。三位要帮我们看哦。好。那每一题有三次机会。好。好，不一样，我们就是